下面我就做一个翡翠烧麦。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板筋老号的菜一般都比较难做呀，我们学得会吗？学得会，能把板筋老号的味道带回家吗？没问题。那您开始吧。好，烧水。嗯。哎，你像咱们这个富春茶社，听说最早并不是喝茶的地方。啊。 最早是养花，就是赏花的地方，专门看一个店赏花，对啊，文人墨客都来扬州了，就是品茶啦、吟诗啦。后来又增加了点心，结果咱们双绝，一个是猪油糕，一个就是翡翠的生脉，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点心。少加一点碱。 我们一般加点盐，因为学徒的时候师傅教的，就是用碱，人是这个菜变得翠绿。嗯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菜变得软化。哦，这个是上海青，这谁干的？这不菜根全切下来，翡翠烧麦有个特点啊，全部用青菜叶做，它根怎么了？等一下就是菜的颜色不好看。哦，太白了，是吧？没事，咱们这个留着，待会儿烧个别的菜。对对对，啊，做水的时候锅盖不能盖。嗯，就是对。 这个就等于说，保证它的翡翠色有三步哈，第一步是往水里面加碱，第二步呢不要盖锅盖，第三步凉水浸下。下面拿个纱布，您要把这个水给挤干了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来，丁师傅，您在咱们这个板筋老店工作多少年了？我是82年摒弃我父亲的职，到这个老店。 学徒有一种国营厂的感觉，就是、对对对，当过爸爸班儿，对对对对对，30多年，好吧，咱们去其他的把水挤一下。这个菜要切碎，吃到嘴里要有一个乐口即化的感觉，细腻成什么样才能入口即化？就是主要的这个是选的是青菜叶，它比较细。 不要觉就可以咽下去了，不能有那种鲜味在里面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就可以了。现在就是水分再挤一下，还要再挤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给它拧，是吧？拧干是吧？调味了，先加盐，少量的盐。 要的甜，先加盐。哦，它是甜口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五百克菜泥。嗯，盐是2克、3克，就是一点点。等一下吃起来更甜，更鲜，更鲜，更甜啊。糖100微克，还有一个是猪油，加150克的猪油。低脂肪的食材加一点点猪油，对吧？比较香。现在重庆的角度和淮扬、扬州点心的角度来讲，做这个馅料的时候，这个调整，酱油、酱油、猪油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？麻油，麻油，您看这个量啊，15克，好，这就够了。够了，量要少，对，要少。 这就是淮扬菜的精髓，你说这从隋炀帝开始特别热爱扬州地方，就它所有的味道都有，但是所有的味道都不重。对，嗯，可以放了冰箱里面冷藏。哦，冷藏一下，不让猪油融化是吧？对对对，融化宝宝。对。接下来要做什么了？擀皮，给您拿一个面板。好。 不是，我给您拿这么大擀面杖，您自己拿了一个这么小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面剂子已经做好了，是跟咱们平时搅的皮儿一样吗？对对对对，不需要特制的。您这皮儿不称一下呀？就手拿手这么掐。一般的重量都差不多，就是基本上老师傅一捏准嘛。对对。 排皮的时候，这个口要向上，拍下来的皮就是圆的。哦，然后再用面粉把它埋住。对。擀
赶的时候要配合好。你看，给他已经赶出了一个百褶裙的感觉了。我们学的时候学了很长时间。您学了多久可以赶成这样？多久出师的？最早半年以上。半年啊，那还好，不是特别的久。就是我们每天4点钟上班。这么早起来赶皮儿啊？啊，对。那您一天要赶多少皮儿啊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赶，我们有很多师傅。那您的速度一天大概能包多少啊？我的话，1分钟可以包6个左右。赶皮带包10秒一个。所以要不然说厨师是勤行的。嗯。包烧麦吧。那我把馅儿给你拿出来啊。是。这个烧麦不能几天做，做了以后容易影响这个颜色，不好看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是吧？哎、嗯，所以这么些年，30年您都是随点，您在那儿做，对。这么转两下，对，抖两下，手带一点弯。要露一点馅，要露了，要真露了，对，要露一点。您搁我手上给大家看一看，跟小花瓶一样，是吧？要不然说扬州的面点厉害，它漂亮啊！你看，它这个小花边，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，因为烧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烧梅嘛，就像树梢上的梅花一样的这个形状。加一点火腿，火腿末是主要起到点缀的作用。开始，真的是注意啊，大火。在我们扬州来说的话，家庭都是吃这个糯米烧麦了。今天做的这个翡翠烧麦，在家里一般的是不做的，一般的人不知道这个做法。你像我们这样在外地去不了扬州的，来学一学，没事在家做一做，感受一下扬州味道，把百年老店的美食带回家。带回家，对对。嗯，时间到了啊，时间到了，先关火吗？啊，先关火。哦，这烧麦皮是有点透亮的。哇，烧麦皮是透，对，它透亮当中带着一种翡翠的绿。我们尝一尝吧，来来来，来看一看，我来一肉剁的。对，非常非常的精致。刚刚做的那些个细节，皮儿得擀成什么样，5克呀，然后里面搁多少啊，怎么捏，这些其实这些细节就是百年老店所坚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大家学会在家就可以做了。嗯，有一种清香的味道，鲜嫩的感觉，甜口，然后有点火腿的香，加了猪油，但是不腻口，还有一种清香的味道。嗯，咱北方吃的不是那么偏甜，这个还行，也不是特别甜。不夸张，我没牙的话，我照样嚼得动，乐可即化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太太乐原味鲜，美味背后备足用心。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，把百年老号的味道带回家里面做。把这个水烧开，少加一点碱，用上海青取起菜叶放下去，时间不能长，捞出来用凉水浸透，挤干水分，用刀把它切成菜瓤，再挤干水分。换这个馅的时候，就是一斤菜瓤，放150克猪油，150克白糖，盐放2克。15克麻油，面皮要擀成薄一边，中间厚，两面薄，包成烧麦，撒上火腿末，上锅蒸8分钟就可以了。